再来回到吉安乡乡公所，为了是让即将入伍的役男在入营训练前能够更了解军中各项注意事项与权益，特别在8号的上午办理了役男入营行前说明会，并且也准备了实用的大背包，勉励役男们为保家卫国而骄傲，展开人生军礼的学习历程。那这部分有些公所部分可以回答，部分也帮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么涉及到其他军的部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转接到军方去做处理跟讨论。吉安乡公所为了让即将入伍的役男在入营训练前能更了解军中各项注意事项与权益，特别在8号上午办理了役男入营行前说明会，而今年也准备了实用大背包，要勉励役男们为保家卫国而骄傲，展开人生军旅的学习历程。吉安乡公所在编列我们从军入伍前的礼品，以及呢我们的关怀致政的这样的生活物品，带来一个大大的背包，让他们入伍的同时可以带上了生活用品，难忘的记忆在包包里，承担起生命成年礼的过程，在退伍之后也可以让我们可以担纲生活用品，交由工作承担的一个准备型的旅行袋。所以在这里我们贴心的关怀，祝福每一位青年能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大任，在专业的训练之后，未来成为每一个社会工作中间的好男儿，祝福他们学习满满，人生挑战，勇于从军。45位役男即将在11月9号上午到花莲火车站集合，前往新城乡北埔营区报到，接受为期4个月的军事训练。游淑珍为役男们加油鼓励，并表示，迈入军旅受训期间虽然辛苦，但相信在训练中的点点滴滴、结交的同梯好友，将会成为生命旅程中印象深刻、侃侃而谈的难忘回忆。期许每一位役男在完成国家专业训练后，建立起坚毅的身心与强健的体魄，服务社会，守护家园。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